六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又一届和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日咱要做伙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第九节，一直到五十七章的二十一节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九节到五十七章二十一节，上主讲：产业的走兽啊，拢来；树那来野兽啊，拢来吞食。以色列的守望者拢痴迷，拢无知识。因是未肥的狗，规日倒伫困，伫做梦。因拢是贪食的狗，规日食袂饱。遮个牧者无知识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，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因讲：来，咱来去买酒，啉到酒，啉好够开。明仔载会甲今仔日相款，甚至搁较赞。宜人受毁灭，无人关心。健全的人性命受处断，无人注意；愚人受处断，通脱离灾难。天为正直的人会进入安宁，伫眠床安宁过往。恁遮个惊邪术的查某人会惊疑，奸夫甲妓女的后代拢进前来。恁在欺人啥人？在对啥人开嘴吐舌？恁敢毋是白日的惊疑？敢毋是白贼的后代？恁伫双手中间。在青翠的手下面欲火攻心，恁在山谷在召献，带恁的囡仔做生礼献乎偶像。恁在山谷中提光骨的石头做神明拜，对因倒酒献祭。恁想这的代志，我敢会容忍？恁在悬各家的山顶藏眠床惊淫，恁上去遐献祭。恁在门后。在门条边采阴形的相，恁放杀我，身躯烫光光，甲爱人爬去大顶眠床，用玉英的价钱斗阵困，满足恁的肉欲。恁带油甲真侪香水去拜摩洛，为着要找神明来拜。恁找使者去天边海角，甚至落到阴府。恁行真远的路，真野仙，毋过也无私心。恁想讲会当对恁的心灵重新得到元气，所以无感觉野仙。恁在惊啥人说的讲白贼？恁竟然袂记得我，无甲我藏伫心内，我一直无讲话，目睭放开开，恁就毋惊我是无？我要公开恁自称是正义行为的真相，才会对恁拢无利益。恁哀求的时，就叫遐个偶像来救恁。风会甲因吹了了，气会甲因分散去。毋过，投靠我的人会得到应允的土地，会当承接我的圣山。上主讲，着建造，着建造，为着要转来的子民开一条大路，刷开路年所有的阻碍，至高无上，永远存在，称作神圣的上帝迄位，安尼讲。我住伫至高至圣的所在，嘛甲心痛悔谦卑的人做伙住。我要予谦卑的人心灵醒起来，予心痛悔的人心神活起来。我袂继续控告因，嘛袂永远对因生气。我予人的心灵虽然嘛会当予人有活命，因为因贪恋的罪，我有对因生气，所以我处罚因，气杀因。毋过，因继续背逆行家己的路，我有看到因的所行，犹久会甲因医治。我为因带因，帮助因，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互忧伤的人欢喜唱歌来娱乐。我要赐平安，欢迎奉献甲军的人。我搁要医治我的子民。上主讲，毋过邪恶的人亲像海涌，变来变去，拢袂平静。海水一直呛出垃圾的土味。邪恶的人无平安，我的上帝安尼宣告。以赛亚书通常予人分作是三个大的段落，第一到三十九章、四十到五十五章以及五十六到六十六章。有一些学者会把这三个段落称作是第一、第二甲第三的以赛亚，也认为是无同款的作者来写。因为这几个段落，因伫主题、伫写作的方式顶面，拢有真明显的无共款。但是这三个存在无共款的这个段落，依然真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，只是因为所要讲的内容和主题无共，所以嘛真自然会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写。
咱今日做伙读的这段经文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部分，内容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伫巴比伦做奴隶的后期。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传讲的内容，差不多拢是关系重新回来到故乡，以及回来了后应该要安怎来行的这款的代志。但是咱会当注意到，伫55章12节有讲到上帝。伊对以色列人要回来到故乡的这款的应允，你唔免欢欢喜喜离开巴比伦，平平安安回来到故乡。大山小山要大声唱歌，树木要拍手欢呼。接落来，咱会面对的问题就是讲，那安尼什么人会当回来？每一个人拢会当回来吗？还是讲回来到上帝应允和祝福的地，是唔是需要什么款的资格？56章到57章，就是要回应这个问题。那会当大声来看55章第7节，安尼讲：邪恶的人就离开邪恶的道路，犯罪的人就回心转意，因就转向上主，通承受伊的怜悯，因通归向上帝，通来领受伊的赦免。先知真清楚来传达上帝的心意：邪恶的人、犯罪的人。必须爱来转向上帝，归向上帝，才通领受上帝怜悯和赦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一些的人伫回来到故乡之前，就爱大声来归向耶和华上帝，想要进入到上帝的祝福内面，那呢就爱大声来住伫上帝内面。56章第1到第8节咧讲，上帝要接纳属于伊的百姓，就是遐守公平、行公义。遵行上帝律法的人，这包括犹太人，像是嘛包括外邦人，凡那是愿意归向上帝，拢伫伊的救恩内底。56章第9到12节，用换一个角度来揭秘当时犹太人的领袖，因无好好来带领百姓来归向上帝，心中所想的只是家己的享乐、甲利益，互百姓来受吞食。57章第1到12节。讲义人虽然面对死亡，但是这却是上帝的恩典，可以当得到真正的平安，也免得到遭受祸患。57章13到13节指出，以色列人因在信仰上无忠实，离开上帝去拜其他的神明，行遐充满淫乱，包括献婴仔做祭等等的仪式，来惹上帝受气。虽然上帝对因点点无讲话，但是这种种的歹所行，上界尾拢会显露出来，也只有投靠上帝的人会当承受土地。57章14到21节，上帝应允会跟遐谦卑痛悔的人同在。虽然因捌犯错逆心，但是上帝要赐性命给因，无去纪念因的过犯，也无永远让因来受气。但是遐做歹的人就无有平安。上帝对待犯罪百姓的心，就若亲像父母在对待家己的囝共款，总是愿意给因机会来改变，搁一届来甲因接纳。愿咱通过谦卑悔改的态度，也会当重新倒来到上帝恩典内面。